现在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啊麦富迪品牌青春大使 Into One Patrick 尹浩宇登场，让我们欢迎欢迎派派来到直播间。Hello， 你好 ，Hello Hello， 我没有办法起立了，因为有猫，请坐请坐。Baby，Hello， 你好。哇，它真的很可爱，是不是 ？Hello， 来先给我， Hello. 对，你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被我们可爱的猫咪来吸引过去了。能不能先跟咱们的直播间粉丝朋友们打一声招呼，好不好？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Patrick 尹浩宇。欢迎派派， Hello.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哇塞，又见面了啊！哇，特别可爱，太可爱了！你要不要抱一下他？可以吗？可以，可以。Baby， 对他特别特别乖。哇塞，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 oh. 也是福利超级多啊！哇塞，哎，睡觉吗？吸引力完全被吸引过去了。我们在直播、啊。是的，是的，他非常乖。然后啊，待会儿呢，就是看派派看一下，这只猫呢真的是超级可爱，它的名字叫做 Nico， 对 Nico 啊 Nico ，它的品种是一只布偶猫咪。前几天呢，其实派派刚跟我们的一个白色的卖雪糕拍了封面，是不是？好，是的。然后这个封面其实呢也会在我们的天猫旗舰店店铺首页以及我们的封面图上看到，所以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好不好？期待，非常期待。是的，谢谢。你是不准备还给我了，谢谢，是吗？不还给你。好好，那先给你先给你抱一会儿，待会儿再给我撸啊。是的，非常期待。那么现在呢，正在我们直播间所有的麦粉朋友们，派派来了呢，我们的福利也跟着一起来了。主推的六款产品在直播间呢是消费 top 三呢会送价值我们的680元的欧龙香水，所以直播间福利很多。你撸猫的时候我先跟他讲一下福利，呵呵，你可以先跟他玩一会儿好不好？来，好，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6点到9点下单备注尹浩宇消费前三名送价值680元的欧龙香水，仅限我们的六款主推产品，意思是说六款产品的主推款呢分别每一款消费前三都送我们的680元欧龙香水，并且呢咱们可以叠加第二个活动，订单满699元的啊朋友可以去联系客服报暗号，暗号是麦富迪品牌青春大使，送神秘礼物限量1000份，而且在我们的直播间6点半至9点啊会有我们的派派的签名照5张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备注下单消费前5会赠送啊5个工作日之内去发送，而且还有我们的9.9元的秒杀活动，有我们的鳕鱼皮以及我们的啊心动派的冻干这样的一个福利，所以今天福利超级超级多，真的很多，真的哇！感谢麦富迪，谢谢，是的，是的，谢谢派派好可爱，谢谢麦富迪，也谢谢派派，因为派派来到直播间、哎、baby, 才能给我们直播间带来这么多的一个福利，是不 是的，哎。你有没有感觉我们来给他让他给大家露个面好不好？ Hello, Hello 你好你好，露个脸起床哦baby baby， 你有没有觉得这只猫咪跟我们的派派其实很像、哎、有很像吗？很软萌，是像我吗？对对对，是吗？那很像啊，来看一下，不像吗？大家来我们的粉丝朋友看一下，很可爱，很软萌，咔嚓咔嚓咔嚓，真的是吗？我萌吗？你，但是大家觉得你不萌吗？难道？但是猫猫真的很可爱，我很。是的，它非常非常可爱。哎，它、嗯。那它是不是饿了呀？我觉得。对对对，它平时吃什么呢？它平时可以吃吗？现在？它可以吃，它可以吃。你要不要喂它一点吃的东西？吃吗？吃东西吗？当然可以啦。能喂它吗？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因为现在我们也准备了一些零食啊，大家来看一下。哎、你看，哇塞。这款呢就是我们来自麦富迪的、一个亲嘴鱼的一个零食，来看一下，你可以喂它一点这个小零食，哒哒哒，哇哇，整整是有我们的100份在里面哦，你可以选一个颜色的味道去喂它一下好不好 baby， 你想吃你想吃哪一个，选一个，他说他都想吃，都想吃都好吃，你帮他决定一下好不好？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吧，来看一下、这个颜色的，真的很多吗？哇塞，我来帮你去包一下啊，你可以去喂它尝一下我们的一个猫条，来，哎，吃吗？给它吃一点点好不好 ？Hello baby， 哎，你喂它吃，我来，或者我抱着它，好，可以，来来来来，我感觉它缠上你了，好喜欢你，你来，来吃一点点，尝一下，哎，它哎，再多一点，给人多一点儿，来，饿了都，是吗？尝一尝，饿吗？哇塞！你是不是饿了呀 ，baby？ 哇塞！啊啊！哇哦！他真的吃，他真的吃，一直在舔，是不是给太少了？啊，太少了，多一点。哦、哇！哦！哇！哦！他好饿，感觉。饿吗？吃超多，跟你。好吃吗？哎，什么意思？就是。
能吃是福。是的，我就是很喜欢手上的猫条，对吧？是的，是的，是不是跟我们的派派一样可爱呢？超级超级可爱，哇，很多粉丝朋友们都在说派派超级可爱。来，还有什么问题呢？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来打出来。真的好可爱吗？是的，这一款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撸猫神器猫条。哎，派派，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猫咪这么爱吃这款的猫条吗？为什么呢？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很香。对，特别香，就是肉的香味应该就是很好吃。是的，是的，你看它就是在一直在甜一直在吃。没错呢，这一款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猫条的一个桶，来看一下，刚才也展示了，里面是整整100只啊，它是14克一只，很方便携带。你看这个就放进一两只的包里完全没问题，直接放进包里，因为现在女生包都比较小嘛，也完全不会影响装手机啊、装化妆品这些东西。而且你去朋友家撸猫的时候你可以带着，是的，带去朋友家撸猫的，这样更方便了啊，超级方便哇！而且呢，这一款呢，它也是啊，福利超级多，所以各位千万不要错过哟。然后这一款呢，它也是来自泰国的，是泰国吗？这个也是一个熟悉的地方，是的，我来说这么熟悉，因为对派派也是来自我们的泰国，是不是？派派知道吗？这款猫的名字，这个猫条的名字呢，叫做我们的啊，亲嘴鱼猫条，是一个清着吃的肉浆毛条，选用了泰国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很多的食材，所以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吃。那么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呢，还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去告诉我们啊，分享直播间，分享店铺哦啊，现在呢福利超级多，千万不要在直播间错过，这个真的很方便，非常方便。对，因为我就是大家一定要给你自己在家的猫咪尝尝。是的是的，你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亲嘴鱼猫条，亲着吃的肉浆猫条。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亲着吃的肉浆猫条啊，真的是哇塞。说到我们的专业词汇呢，麦富里的产品品质没得说，坚持高标准，六不添加，所有的粮食和零食呢不添加任何的化学防腐剂、人工色素，也不添加合成诱食剂等等的啊。这款呢现在是100只装的亲嘴鱼猫条，在直播间也是给大家申请了专属的一个福利，日常价格其实是需要198元啊，领屏幕中弹出的20优惠券下单，到手价格只需要130元，整整100只的啊桶装猫条，并且现在618麦富迪全店是可以参与一下满200减30，现在正在弹券，先领取我们的屏幕中的券好不好啊？先领取，哇，只有5秒钟。只有5秒钟领券时间啊！刚才呢可以看一下啊，我们领取我们屏幕中间的券啊，领券再下单，先领券再下单，领完券之后呢，可以点击我们的左下方去拍下这一款我们的一个猫条啊，好多亲嘴猫条福利啊！是的，福利超级超级多。那这款呢，这个在里面是不是有不同的口味的猫条？是不是？是的，很多种口味，是4种口味的一个猫条。很多来可以通来装猫咪的小玩具，对，吃完之后你可以看这个桶也很实用，很持家，真的很好，你可以装一些玩具什么的。可以就是放玩具，对对对，放玩具啊，然后呢放一些东西什么的，哇，真的是非常持家，非常懂得就利用，很实用。然后大家也都知道，其实派派家有2只狗狗，是不是？是 Yuki 和 Gucci。 是的，是我有两只狗狗，两只狗狗 Yuki 跟 Gucci， 他们超级可爱。是的，大家都知道这两只可爱的狗狗啊，之前在网上也都看过。想问一下，派派的狗狗会不会吃磨牙棒呀？会的，会吃磨牙棒是吗？对对对，是的，因为磨牙棒其实是不是对我们的狗狗也有很多就是重要吗？你觉得？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因为是的，就是可以能帮助他们清洁牙齿，清洁牙齿。对，因为就是有时候我跟他们玩，对吧？啊，玩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就是他们，就是有时候他们的味道不是那么好。嗯、对，所以我觉得磨牙棒是可以帮他们去掉那个味道、啊，而且就是如果没有人陪他们，也可以消磨时间，消磨时间，陪他们一起玩，所以磨牙棒是很重要的。Nico 走了， Nico 跑过去，待会儿再跟 Nico 玩，好不好？哇塞，真的好可爱，我们的派派啊！然后呢，现在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有这个给狗狗使用的磨牙棒，而且现在在直播间也是有秒杀活动，是不是？所以呢，福利超级多，千万不要错过。再次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咱们直播间的福利一共有哪些啊？一共有哪些？还有什么问题，千万
别忘评论区不要忘记评论区告诉我们哟。现在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福利，是在我们的6:30至9:00的时间下单备注引号与消费前三名，会赠送我们的价值680元欧龙香水，仅限我们的6款主推产品，而且呢订单满699元联系客服报暗号，暗号是麦富迪青春品牌大使，送神秘礼物限量1000份的活动。而且在6:30至9:00尹浩宇的签名照五张会在我们的下单直播间前5名赠送的福利，所以呢福利超级超级多，各位千万不要错过，千万不要错过哟。好，然后并且呢我们的派派真的是非常有爱的一位铲屎官。那么刚才呢我们麦富迪其实也有上我们的新款的狗狗磨牙棒，而且呢是派派给我们的朋友们带来了会员专享9.9元的一个秒杀的一个价格啊，是先加入我们的一个会员，先加入会员，然后呢想抢的话呢去点击我们屏幕中的会员券，就是这款。哇哇，真的很值哦。是的，点击加入会员之后呢稍后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领券的活动了啊，点击会员之后呢稍后就可以参与领券的活动，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啊。稍后呢我们会弹出链接，大家准备冲，是由我们的限量发售，限量发售。嗯，来我们准备一起倒数弹个链接好不好？好的，预备倒数5OK 好，5 4 3 2 1弹链接，赶紧冲。这款的磨牙棒呢可以看一下啊，现在是一个正装，现在在直播间加入会员秒杀只需要9.9元。哇，我真的是好激烈，我真的想买一个还给 Yugi 跟 Gucci 快找人帮你去拍一下这款链接赶紧拍一下，因为现在真的只要9.9元啊。先点击我们的右上侧先加入会员，加入会员之后再去我们的直播间拍下啊，先加会员在直播间拍下。哎，有人抢到吗？有没有人抢到？现在在直播间左下方可以抢到啊，先加入会员再拍下，只要9.9元。但是其实没抢到也没关系，因为这款呢待会儿可能会去补货，所以呢千万不要离开直播间，持续锁定一下啊，应该会去补货待会儿啊。所以呢这款产品可以先加购物车，先加链接，大家加油加油加油，大家加油。是的，千万不要错过哟啊。现在呢这款呢直播间的就是福利很多，福利很多，所以千万不要错过直播间福利哦啊。这款呢只要9.9元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啊鳕鱼皮缠肉，哇塞，是很适合狗狗去磨牙的时候去使用的。这款、这个、很可爱，这个狗也很可爱。Yuki Gucci 也很可爱，就是他们是超级喜欢。这个狗跟 Yuki Gucci 比呢，哎，很难选择啊。对，秒杀链接现在已经在直播间的是189号链接，正在秒杀189号链接，立刻去直播间秒杀，只需要9.9元啊，只要9.9元，先加会员再秒杀189号链接啊。现在呢直播间限量发售，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啊。哇塞，超级适合现在在直播间拍下，福利有很多。哇塞，有朋友在直播间说派派这几天辛苦了，谢谢粉丝好不好，谢谢粉丝，谢谢粉丝。是的，谢谢粉丝。现在呢正在直播间的朋友还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评论区告诉我们啊，分享直播间，分享直播间。来看一下这款已经拍下了是吗？恭喜恭喜恭喜已经拍下的朋友，恭喜已经拍下所有的朋友啊。现在直播间的福利很多啊，一定要去拍下。如果是没有就是拍到的朋友没关系，稍后呢可能会去补货，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千万不要错过啊。正在看直播的朋友还有什么问题，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评论区告诉我们，去点赞加关注分享直播间啊，分享直播间啊。然后现在呢真的是新进直播间粉丝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啊，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啊，然后点击我们的右上方分享抽奖活动，还有很多的福利哦。然后其实我想问一下派派，就是在来的路程中能不能分享一下，对好突然 Q 到你没有反应过来。是的，对，今天在来的路程中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南京，南京，对对，南京我觉得非常漂亮，非常漂亮是吗？但是怎么说呢，太热了。对对对，因为夏天到了。 对夏天来了，我的感觉就是热坏了，热坏了，热坏了，热化了是吧？对，确实，因为有时候狗狗的时候呢，也要经常检查身体，因为夏天确实容易食欲不振，所以呢，我们的狗狗呢，经常看一下它是不是因为天气太热，会就是吃不下东西，是吧？是的，就是他们 Yuki Gucci 他们很喜欢跑去跑来，是的，是的。但是天气如果就是很热的时候，他们就更热，对，就可能会一直吃不下饭，吐舌头，吐舌头哦，吐舌头散热。对对，可能会吃不下。那么夏天其实很多铲屎官都会比较担心我们自己家宠物呢会不会因为天气太热食欲不好出现减重的情况呢，会不会就是夏天就食欲不好？是的，是的，他们很爱吃，
很爱吃，我也一样，我很喜欢吃饭，他们也爱吃，跟你一样。但是天气热的时候，他们应该就是没有那么积极了。是的，因为天气热，大家都食欲都不好，人类食欲也不好。然后呢，夏天的猫咪狗狗的食欲也会比较差，但是呢，肉却总是能提起他们吃饭的热情，对不对？是的，没错，没错，就是。他们很喜欢吃肉，他们非常喜欢。你也是吧？我也喜欢，我都喜欢吃，对对，什么动物都可以吃。确实，因为其实不管是猫咪还是狗狗，夏天到了食欲会有所下降。但是呢，狗狗是杂食性动物，所以呢，有时候的狗狗也会吃肉、吃水果、蔬菜。但是呢，猫咪是纯纯的肉食动物啊，所以呢，它们一般只会吃肉啊。然后呢，我们的麦富迪和发言权，因为呢，一款鲜肉天然猫粮推荐给大家。然后这款呢，就是我们的麦富迪鲜肉天然粮是。对，第一成分是鲜肉，只用了我们的0到4度，保存5天啊，源头可追溯，安全性非常有保障。哇，这个就是新鲜鸡肉，做猫咪更爱吃。是的，是的，新鲜的鸡肉，新鲜啊、哦，是的，是的，哇塞，可以看一下。新鲜的猫咪都非常，就是新鲜的肉呢，猫咪都非常的爱吃，所以各位千万不要错过这款，这款呢真的是非常多福利，所以呢，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去点赞加关注哟。这个就是鲜肉台，鲜肉天然莲，听起来很不错，就是听起来的猫咪就比狗狗傲娇。是的，是的，猫咪比狗狗要傲娇很多，所以他们就是有时候。心情不好就是不爱吃东西，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哎，这款呢、就是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问题，因为吃鲜肉是小猫咪的本性，而且今天直播间下单有福利哦。这款鲜肉天然粮日常价格呢是129元，活动价格呢只需要109元，但是呢是需要去领券，弹出券之后呢再去。满减到手只需要79元。哇，低成分是鲜肉，猫咪更爱吃。是的，是的，低成分是鲜肉，猫咪更爱吃啊。然后可以看一下，在现在呢，在我们的直播间中间正在弹券，现在中间正在弹券，好不好？所以呢，各位一定要先点击中的券啊，只有5秒钟领券时间。只有5秒钟领券时间，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哟！哇，5秒钟领券时间，哇塞，这款的福利真的超级多，所以各位千万不要错过哟！还有什么问题，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哟，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去点赞、加关注、分享直播间，分享直播间啊！现在呢，这一款呢是我们的一个天然猫粮，所以呢，哇，真的是很适合给我们的小动物去吃。而且呢，就是因为派派的到来呢，给粉丝是不是有特定的福利？我们都知道派派很喜欢小动物，是不是？我很喜欢小动物。是的，我们都是，而且在看直播的朋友也都很喜欢小动物，是不是？是的，是的。然后呢，派派呢真的是非常有爱心，所以呢，现在呢给我们粉丝朋友们也是准备了我们的撸猫必备的罐头，是我们的麦富迪鲜炖小蓝罐，来补充我们的营养和水分。来看一下这款啊哈，哒哒。哎，鲜炖这个是新鲜的意思吗？非常新鲜。是吗？是的，回答正确。就是新鲜的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可以看一下这个小蓝罐，来打开看一下，展示一下好不好？好，来来，从我们的侧面推出啊啊，哇，是这个。对，这个是个小包装，里面是6罐，来打开一下、哦、看一下这个颜色是不是很好看？这个很好看，这个是蓝色，真的很好看。是的，然后这一款呢我们其实可以来打开看一下，好，这个里面的是什么样子的。预备，哇，里面全部都是肉，哇，它很香啊，非常非常香，猫咪很喜欢，而且这个鱼香味真是扑鼻而来。这款猫罐呢，而且也是泰国原装进口的高端的这样一个鲜炖小蓝罐，是零添加，只有金枪鱼和水，而且是麦富迪极致的高端鲜炖公寓，是在安达曼海域200米以下的这样一个金枪鱼，使用了121度鲜食炖煮60分钟，并且是360度全封闭啊，气蒸锁鲜，而且是泰国的自有工厂新鲜制造，把控品质。哇，妈呀，哇塞，这个真的是很好看，就是很爱有仙气的猫罐，对对对，很有仙气的一个猫罐头，仙气就是新鲜，新鲜，新鲜的就是 fresh， 就是对 fresh fresh 这样意思。而且派派住在泰国出生嘛，然后应该是去过我们的一个安达曼海域的吧？是的，是的，安达曼海名字就是很美，对对，那里
空气非常好，天空很蓝，然后水也非常很清。是的，水也很清，然后呢环境也很好，有机会咱们真的一定要去看一下，我也想去看一下。是的啊，然后呢，所以呢这一款我们的麦富迪的仙顿小蓝罐呢是源自泰国深海安达曼海域，派派去过哟，好吧，选用我们的安达曼海域深度200米以下的一个回游特级金枪，只用白肉不用红肉和边角料啊。泰国呢也是我们的全球重点的鱼类产品供应国之一，而且也是亚洲第三大海洋渔业国，鱼类资源丰富，而新鲜的鱼类的资源呢是生产猫类食品的天然优势，所以我们也是选在了我们的安达曼海域，是不是啊？是的，食材新鲜，猫咪会相对更爱吃了。是的是的，然后一条鲜炖的安达曼金枪鱼。是的，一条鲜炖的安达曼金枪鱼，就是它这次来我们的小蓝罐。哇塞，颜值也很高，而且呢这款呢也是补充我们的水分，很方便在夏天使用，如果没有食欲可以喝吃这款，是不是？而且大家很关心这个价格究竟是多少钱呢？大家很关心这个价格，多少呢？多少呢？然后这个呢，其实它一共24罐嘛，24罐日常价格是229元，现在活动价格是209元。关注直播间，待会儿领取屏幕中间弹券是20元叠加30元跨店券，到手价格159元，正在弹券，赶紧弹券！ 哇塞，现在正在中间直播间弹券，所以呢，领完券之后，先去直播间左下角191号下单。领完券之后，直播间左下角191号去下单哟，去下单哟。这款就是我们的小蓝罐。那我的狗狗呢？你的狗狗是什么？对，刚刚说的是猫咪的一个食物，其实狗狗肯定也是有的呀。啊哈。那么，派派知不知道选择一款好的粮食，派派知道标准是什么吗？嗯，我觉得对我来说，标准就是应该就是健康。对对，然后当然需要安全。对，而且还有呢。对，品质有保障。必须的，这个很重要。是的，这几点都很重要啊。没错，而且呢，我们的麦富迪呢是国际标准的天然犬毛食品领先品牌，同时呢，产品不添加防腐剂，也不添加诱食剂、人工色素等等呢，对猫猫和我们的狗狗的身体健康的有害物质都不添加。那么待会儿呢，来再看一下，我们也是有一款特别适合狗狗去吃的，好不好啊？好。刚说完猫咪，没忘记你的 Gucci 和 Yuki， 还记得吗？不可以忘记 Yuki 和 Gucci， 完全就是一直在为他们找。想来看一下下面这款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双拼，来看一下直播间的一个双拼。哇塞，这款就很适合我们的 Yuki、啊、哇，这个蓝色很好看，很高级哦。对，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双拼粮，是风干黑肉粒这款。 哇颜值也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对，先看一下，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链接号也是有的，195号链接，195号链接，这款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风干粮啊。然后呢看一下这款，不仅包装很高端，而且呢工艺很棒很棒，而且这款的一个亮点是坚持天然的选材，选用阿根廷的一个这样一个原生牛肉啊，并且呢是探索频道 Discovery 的原产地追溯啊。看一下这款，沿用了我们的传统工艺啊，模拟的高桥人传统工艺制成的风干牛肉，营养风味俱佳，你可以看一下这款，也是有这个样品在这儿。哇，风干牛肉，而且呢这款营养很全面啊，不仅仅添加了我们的提升免疫力的磷虾啊，以及我们的三文鱼油啊，以及我们的这样子保护关节的这样子一个贝类啊，所以呢真的是营养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富。然后在里面有很多的肉。对，很多很多肉啊。我那天说就是一口牛 牛肉一口粮。是的，一口牛肉一口粮，啪砰，哒哒，牛肉一口粮。是的，就是这款，我们的一个现在直播间的一个链接号是195号链接，派派正在给大家展示这一款。哎，派派其实有没有注意过我们的 Gucci 和 Yuki 食品的一个保质期，你有注意过吗？大概知道会多久呢？是多久呢？是6个月还是1年吗？
其实会更久一些，更久一些、啊、粮的保质期是18个月，而且呢咱们的因为麦麸底采用的是美国 FDA 认可的灭菌保鲜技术高能电子束，将产品包装好之后呢再杀菌，可以避免二次污染，所以咱们产品是非常安全可靠的啊。然后这款呢我们的黑肉粒呢是双拼主粮，待会儿直播间屏幕领券弹出直播间30元券，日常价格是125，活动呢是99元，现在正在领券，领完券之后只需要69元，超值福利，正在弹券，5秒钟领券，只有5秒钟时间领券。如果领不到券呢，先看一下啊，现在正在领券，只有5秒钟领券。如果领不到券的话呢，先点击我们的左下方，如果忘记领券的朋友点击左下方演示一下，点击去领券，去领券就可以了，领取的所有的券啊。有些人可能领到，有些人可能朋友没领到，来我们给个特写看一下啊，教大家如何去领券。来看一下，现在点击我们的左下方啊，去领券就可以去领取我们的所有优惠券了，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啊，点击去领券，领取领券啊，现在正在弹券，所以呢现在的直播间福利超多，不要错过，不要错过、不要错过，这是是的，一口牛肉一口粮是的啊，一口牛肉一口粮就是这款现在直播间的195号链接啊，福利超多，只要69元的价格，并且呢现场呢我们待会儿呢还有抽奖活动啊，会将抽取我们的一个猫趣陶瓷高脚碗，是满我们的299会赠送给大家，是去啊找到客服去领取好不好。并且呢本场直播也是给大家准备到了百件丰富的周边产品和9.9块的秒杀和新品试吃，还有派派的亲笔签名照都会不定时的给大家发放。那么这一环节呢咱们的抽奖的福利是3份麦麸底的猫趣陶瓷高脚碗，咱们待会儿抽奖获得，抽奖获得，千万不要错过，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我最喜欢了，这个很好看，对对对，非常非常的好看，这个呢也是免费抽奖去获得给大家好不好，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哟。来看一下我们的上面的一个，就是来口号，来口号，来，非常完美，现在正在直播间抽奖我们直播间正在抽奖，正在抽奖啊，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奖品，这个就是我们的奖品，来、啊、我们期待一下，期待一下，上面上面期待一下，期待一下啊，期待一下，是的是的，这么的口号，我们的口号是麦麸底品牌青春大使派派，刷起来，麦麸底品牌青春大使派派，11个字，对，11个字刷屏好不好，好，11个字开始刷屏，刷起来，来刷屏开始，我们待会儿截图前3位好不好，好，截图前三位，截图前三位啊，截图前三位，现在刷屏开始，刷屏开始，来抽奖，你是不是很喜欢，我非常喜欢抽奖，我最喜欢了，你最喜欢的环节就是抽奖环节，来对，最喜欢的环节就是抽奖环节啊，是的，然后呢待会儿呢可以看一下啊，现在在直播间也是免费赠送给大家，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哟。然后呢这款呢我们的一个风干黑肉粒的产品呢是选自我们的阿根廷潘帕斯草原牧场原生牛肉，而且是探索频道 Discovery 的原产地的一个溯源，沿用我们的传统工艺，模拟阿根廷传统工艺制成的风干牛肉，营养风味俱佳这一款，而且呢营养非常非常全面，不仅添加了免疫力的磷虾以及我们的啊亮毛护肤的三文鱼油，还添加了保护关节的绿纯啊贻贝等等天然食材，提供更加全面的营养。购买方式呢是直播间先中间领券弹券再下单，原价呢是125元，现在领券到手价只需要169元，先领券只有5秒钟领券时间，领完券立刻去拍下，哇真的值哦，超级值，这款真的是超值福利，没领完的话呢先点击我们的左下方去领券也可以啊，去领券，是的，现在刷屏已经刷很多了，咱们直播间准备开始截图好不好，拍拍 OK， 来我们截取3位朋友好不好，前3位中奖，对，来你觉得倒数几个数比较合适呢，这个就是我、来看一下，是的，哇塞很多人在刷屏，是不是，很多人，是的，我们一起请拍拍帮我们倒数好不好，就是、然后 我来截屏 okay, 对对，来 okay, 预备，好，准备准备准备吗，准备准备好了吗，各位准备好了吗，粉丝朋友们来了吗，预备3、2、1截屏，哇塞成功，我看一下，恭喜前三位啊，我们来展示一下看有没有三位啊，好的，恭喜三位朋友，恭喜，放大展示一下我们的中奖的粉丝朋友，恭喜恭喜，然后呢已经中完奖的朋友请找客服领取啊，中奖粉丝请找客服去领取赠品，恭喜恭喜，
哇塞，直接可以去领取到我们的这个福利啊。然后呢，并且呢是下单满299元后去联系客服备注啊，去联系客服备注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赠品了啊，就是你面前这个。对，这是我手里面这个碗。对，就是刚才说你这个。这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像那个火锅的样子，真很像火锅的样子。对，因为我那天在跟北京跟我的队友们，我们一起去吃那个北京啊老北京火锅，老北京的火锅是铜锅是吗？铜锅，对，北京话你都会说了。对啊，中文进步飞升啊，中文老师，不用谢。每次做完直播之后，派派中文真的是越来越好，是吗？好努力，是的。那么一看派派就是对我们的中国美食其实也是很有研究的。这一款呢，我们的一个猫去陶瓷高脚碗的设计灵感真的是来源于老北京的铜火锅。刚刚我看屏幕有人问这个碗卖不卖啊，这个碗今天很抱歉只送不卖啊。然后呢，就是现在订单呢满299元可以参与抽奖活动，好不好？抽奖活动能够免费获得啊，再次恭喜中奖的朋友，恭喜。然后呢，现在呢，在我们的直播间的福利很多啊，千万不要错过。然后呢，马上我们也将会进入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小环节。是什么小环节呢？什么小环节？也是粉丝们很想去、想要解锁互动的环节，那就是派派的吃播哦。我吃过吃播，但是不是狗狗的食物吧？对。这个你可以猜一下，应该不是吧？是一个冻干的食物，是一个冻干的食物。好，你是不是就是派派平时会不会吃一些冻干食物之类的？我吃过冻干的香蕉，跟冻干的芒果，跟冻干的草莓。是的，是的，也是冻干食物啊。然后呢，我们工作人员上下零食。哇，今天我们要试吃的呢，也是我们的冻干食物。冻干食物，来看一下。哎，可以吃？对对对，是可以的。对，看一下我们冻干，今天准备了很多冻干零食啊，因为我们的麦富迪的很多的一些食品呢，全部都是加工到人类可以去食用的标准的啊。我觉得非常完美，因为即使我吃饭了，但是我一直饿，所以现在是非常完美的时间。是的，是的，爸爸一直都是虽然吃了饭，但是也是很会饿，因为工作会饿。所以呢，派派可以简单尝一口什么口感？这个草莓干好不好？好 ，OK。这个草莓干可以尝什么口感？把它，哒哒，我来尝一个。你好脆啊！啊，真的非常脆。继续吃吧，继续吃吧，继续吃，停不下来了。一开口，是的，这一款呢，冻干产品呢都比较清脆的一个口感。那派派看这一款我们的冻干零食桶呢是整整500克的一个包装啊。冻干零食桶呢是整整500克包装，给猫咪狗狗去吃呢一两个月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款半粮呢可以直接当零食吃，看一下，哇塞，超级多，哇，真的很多很多很多，一整桶都是，哇，我们来想不想？我也是超美，非常完美，哎，很好吃，会给我家狗狗带一桶，带一桶回去，还是在想着 UUG 和 GUCCI， 我要拿所有的东西，全都给你，全都送给你，没有问题。那么刚才呢，我们吃的是冻干零食呢，这个肉的冻干工艺是一样的。派派，你知不知道就是冻干的工艺标准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我很好奇，很脆，很，我很想知道，就是，很脆，很容易化掉。消化掉的食物怎么做出来、这个确实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就是这种冻干食品又很好吃。其实我们是将鲜肉放进真空-36摄氏度的一个冻干仓当中进行瞬间的急速冷冻，然后锁住我们的满满的新鲜味道。而且呢，经过我们的冷冻的一个处理啊，真空冷冻干燥技术处理的肉类蛋类等食品呢，蛋白质和其他的啊脂溶性维生素全部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啊，看一下，哇，真的很厉害。是的，再来，耶，这个就是是给猫咪狗狗更加纯净的肉肉和营养呢。不能念吧？哇哦，能念吗？是的，能念吗？是的，这一款呢，这款冻干也是啊，是5倍鲜肉制成一粒冻干，而且呢是鲜肉冷冻的一个整切啊，真空冷冻干燥工艺丝毫不会破坏我们的肉质啊，而且呢肉质的一个调理很清晰，口感很酥脆，可以直接拿出来吃，可以直接去喂食，看到，看一下是不是？
哇，这个肉质是我很纹理，看肉质纹理非常的清晰，非常的好看。哇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特写，并且呢，这一款真的是，其实真的很好吃。而且呢，我们的麦麸底也是全球的九大食材产品直供，原料优选啊，就是优选足不出户呢，一口可以吃遍全球。有阿根廷的啊潘帕斯草原牛肉，有加拿大多春鱼，还有俄罗斯三文鱼，中国农场的鲜嫩鸡胸肉等等啊，来看一下，很多很多在里面不同的肉类，不同的肉类，是不是有超多不同的颜色？是的，哇塞，你看很多种不同的颜色，全部都是我们的新鲜肉源，新鲜肉源。然后真的是一个肉的味道哦，真的是肉的味道，对对对，哇塞，好香啊！就是从这里也可以，从这里也可以闻到，很香很香，是的啊。然后呢 ，OK 啊，这款的冻干呢，就是让我们的猫猫狗狗欲罢不能的一种酥脆感。那么这款呢，连我们都感觉美味的冻干，价格究竟是多少呢？先分享一下，日常价格是209元，活动价格呢是199元。领取屏幕中间即将弹的券，40元券，现在正在弹券，5秒钟领券时间，领完券之后立刻去直播间左下角拍下啊，领完券之后193元拍下，如果没领到券的朋友，点击左下方，点击左下方去领券，也可以去领取到我们的优惠券啊。领券方式有2种，点击屏幕中间5秒钟领券，点击左下方去领券，2种方式领券。领券赶紧去我们的直播间拍下193号链接，是我们的这款 哇春肉冻干，是的，春肉冻干这款。直接去领券是优惠，哇塞，盼盼你怎么会这么可爱？没有，我感觉我被你的可爱就是感染了。其实也有很多粉丝朋友在提问，平时你是怎么跟我们的 UK 和 Gucci 一起去玩耍的呢？怎么互动的呢？我平时就是我现在就是要我叫他们的名字，我就是 UK Gucci， 然后呢我要用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要用零食，用零食，是的，去跟他们进行，很喜欢，对，很喜欢吃，很喜欢吃很喜欢吃，是吗？吃是的啊，因为确实不仅仅是好喜欢吃，而且呢零食对我来说最喜欢的应该是肉干之类的吧。是的，他们很喜欢吃肉干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也是准备了一款我们的鸡胸肉肉干，来看一下啊，薄切鸡胸肉肉干，哇塞！那么这款呢，也是特别特别适合给我们去平时去使用的，哇塞！看一下，这个狗很可爱，对，这个包装的狗也很可爱。你也想？这是昨天我在舞台上，就是我做这个动作，我走，然后呢？哦，同一个动，很无辜的眼神是吗？好可爱。对，那么就是包装上确实是有一个可爱的狗狗。那么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是打开里面的一个样子啊，很薄很香，哇，很香的味道。哇，是我们的鸡胸肉 的可以拿一下啊，谢谢。鸡胸肉这样的原切，我觉得这个会很像我们吃薯片的一样，脆脆的嘛。联想到薯片了是吗？对啊，是的，是的啊，派派真的太可爱了。这款呢就很像我们就是平时人类吃的零食，它也是做成零食的这样一个感觉。然后这款呢，我们的麦麸底薄切鸡胸干呢，选用的是100%的纯鸡胸肉烘焙制成啊，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高达70%，没有任何添加剂哦。来，真的是蛋白质含量啊，就是，高达70%，没有任何添加剂，可以看一下。对，哇塞，鲜鸡肉，100%的鲜鸡肉，没有任何添加剂，品质非常好哦，品质超好，而且每片呢只有我们的很薄，只有3毫米啊。在我们的磨牙挤的同时呢，减少肠胃负担啊，让我们的更好吸收，更好吸收，并且它这个里面其实是有20片，同样的规格呢，普通的鸡肉干只有5片，但使用这款鸡肉干呢是可以去喂更多次数，使用时间更长更长。然后呢，对，这款就是我们的一个鸡胸肉干，这个就是、啊，是的，这个就是纯鸡胸肉，是的，3毫米，不切，天然无添加。纯天然的，纯天然的一个薄切，天然无添加，说的没错。然后呢，现在呢，中间可以去领券去下单啊。这个价格大家其实很关心，是不是？是的。价格究竟是多少钱呢？下单价格呢？到手价格只需要159元，这款日常价值是250元，整整10袋薄切鸡胸肉干。现在屏幕中间领券下单。屏幕中间去领券下单啊，领券下单，先点击立即领取，点击屏幕上方的立即领取，然后呢，然后
或者没领取到，请点击左下方，点击左下方去领取都是可以的啊。然后这边分享一下刚才中奖的一个名单啊，中奖名单来在这里，恭喜哇，前三名啊，前三名，我们首先第一位叫做尹浩宇，我的好大儿，恭喜，好大儿，好大儿，好 ，OK。然后恭喜第二名中奖朋友叫做尹浩宇大老婆，恭喜恭喜恭喜，第三名恭喜啊。哦，第三名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Pat 的奶黄包，恭喜恭喜！前三位重要的粉丝朋友们，恭喜，恭喜，可以请找到客服领取奖品，是都是很可爱的你的粉丝，很有特点。这个是的，是的，再次恭喜！哇塞，其实我也想问一下，派派其实有两只萌宠，能不能介绍一下平时他们会在家里干些什么，喜欢干什么呢？他们就是很，他们非常可爱 ，Yuki 估计非常很可爱，对，很乖，然后是不是？吃的很乖，然后他们很喜欢吃肉跟零食，很喜欢吃肉跟零食，跟我一样，又跟你一样喜欢吃零食，大家都一样，是的，是的，是的啊。其实呢，我们养宠物的朋友，大家都是深有体会。派派虽然养的是两只狗狗呢，今天也是见到我们的现场的木偶猫咪。也是很喜欢，是不是？我很喜欢小动物，他们都就是很可爱。是的，对，好萌。然后我真的非常喜欢他们。你是不是喜欢跟你一样萌的动物？是吗？嗯，哎呦，大家都知道正确答案，是不是？心里都知道啊。果然，每个人都是逃脱不了这些可爱的小生命啊。那么，不管是我们的猫咪还是狗狗，除了必备的主粮啊，零食呢，猫咪还需要这种，就是一个神器，派派知道是什么吗？因为猫咪是食肉动物。是什么呢？还有吗？有神器，有神器啊，嗯，就是我们的猫咪非常需要的这款，哒哒哒，这个也是蓝色，这个也很好看。是的，是的啊，这款很好看，很好看。来看一下这款呢，其实呢，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去啊拍下这款。哇塞，这款就是我们一条鲜炖的安达曼金枪鱼罐头。金枪鱼。是的，这款就是罐头啊，罐头呢是可以去补水，然后呢里面是纯肉的，纯肉的啊。对对对，这是我家狗狗偶尔也吃半粮。对对对，也是会吃个半粮啊。是的，不管是猫咪狗狗都喜欢吃肉。这款麦富里的鲜炖小蓝罐是给猫咪吃的，是一款我们的零食罐头。是这个蓝色的罐子吗？对，蓝色的罐子，外包装也是蓝色，很高端呀。而且呢，我们来看一下海洋蓝的一款猫罐呢，也是猫咪必备的。那么派派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款我们的一个啊，来自泰国原装进口的鲜炖小龙罐，好不好？好，哇塞，哇，这个就是泰国原装进口。是的，里面肉超级足，肉很足，而且这个品质也很高。哎，我们呢，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它就是一条鲜炖的安达曼金枪鱼。哎，为什么？哎，对，为什么一条鲜炖的安达曼金枪鱼？怎么说？因为它里面你看一下，它这个肉质里面，哇塞，非常非常的充足，非常充足。来，是的，是的，它里面可以去补水啊，可以去补水。然后还有什么问题呢？各位评论区可以告诉我们哟。有什么问题可以评论区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啊。来，零添加，只有金枪鱼喝水，而且是麦富里的极致高端鲜炖公寓，并且是来自安达曼海域的200米以下金枪鱼啊，是我们的121度鲜食炖煮60分钟啊，所以呢是锁鲜的，是泰国自有工厂制造的哟，泰国制造的啊。哇，我觉得说明很新鲜。嗯，非常新鲜，一条鲜炖的安达曼金枪鱼。是的，金枪鱼。是的，是的，金枪鱼。我说清楚吗？非常正确，金枪鱼很标准。谢谢，生材型表。好，是的，是的啊。那么这款的猫咪碧桂零食罐头呢，是在我们的麦富迪的啊鲜炖小蓝罐，日常价格是229元，活动价格是209元。今天直播间还能领取我们的屏幕中间即将弹出的20元券，并且叠加我们的跨店30元满减券后159元就能带走24罐了。是的，是的。现在我们先看一下怎么领券，好不好啊？先在屏幕中间领券，那教大家一下。先在屏幕中间准备，我们倒数5个数弹券，好不好？嗯，预备啊，倒数，五、四、三、二、一，来弹券，领取屏幕中间的优惠券，立即领取，哇，立即领取啊！没领到也没关系，点击左下方也可以领取，点击左下方可以立即领取去领券。
哦，看一下、uh-huh. 哦，两种方式领取，只要领券之后呢，就可以在直播间左下方去拍下这款啊，领完券去下单，而且呢可以叠加我们的满减活动。现在直播间满减呢是200元减30，如果你不满200元，可以加入到购物车当中，跟其他产品一起凑单到200元啊，凑单之后呢就可以满减了。好，派派会不会就是经常上网购物？购物，对，购物。购物，对 ，shopping 啊、oh, ，shopping， yeah， shopping， 嗯，一定很喜欢购物，是不是？我很喜欢啊，很喜欢，又暴露了啊！所以呢，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购物也是有满减的啊、，discount， yes， 所以呢，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福利非常非常多。来，现在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就是可以去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直播间活动究竟有多少活动，因为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去购物去 shopping 的话呢，特别合适啊！现在在直播间呢，6:30到9:00下单备注。尹浩宇消费前三名送价值680元的欧龙香水，仅限6款主推产品，而且呢，我们会在5个工作日之内统计完之后发出。并且呢，订单满我们的699元的朋友呢，联系客服报暗号，暗号你知道是什么吗？暗号，暗号 is like a code， a code， a code， 暗号，暗号，新词，今天新词就是暗号，学到了，完美。今天的暗号就是我们的麦富迪青春品牌大使送神秘礼物，送神秘礼物 ，yeah， like give a gift。礼物 secret gifts 啊、yeah, 又学到了一个秘密，是一个秘密，是的是的啊，所以呢今天直播间一定要参与一下送我们的神秘礼物的活动哟啊，是满699元去备注，去备注麦富迪青春品牌大使，限量的，限量1000份，然后呢并且呢现在呢是入会可以享受，入会员可以享受9块9新品秒杀我们的肌肉产鳕鱼皮以及我们的心动派夹心动的活动，入会啊，入会员可以享受的活动，所以呢马上又要到了我们的心动的激动人心的秒杀环节又要来了啊，是我们的9块9秒杀猫咪冻干零食的活动，哇，好可以，秒杀福利哥，对，秒杀福利啊，秒杀福利，秒杀福利，对，好，秒杀福利，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对，派派在问你们，我准备好了。Are you ready？ 是的。那么这款呢，9块9的秒杀猫咪的新品冻干零食，心动派70克的福利呢是会员专享的福利。想抢到的话呢，先加入会员，我们5秒钟时间，点击屏幕中间的一个会员券，加入会员。来，派派，我们倒计时之后呢，工作人员上一个链接好不好啊？弹出中间链接，大家抢。派派，你倒数5个数可以吗？啊，5个数。来。必须要是5个数吗？你想几个数？3个数。那么快？好的，很任性。你听你的，听你的。好，3个数。来来，3、2、1，三个数，赶紧去屏幕中间去抢9块9秒杀左下方链接，赶紧去抢，快快快！现在去抢9块9秒杀188号链接，188号链接9块9秒杀，派派的手上这一款我们的一个。零食，是的，来自麦富迪的夹心冻干混合装，哇塞，9块9元秒杀，赶紧去抢，抢到来分享一下，没抢到没关系，我们待会儿呢可以在直播间多多看一下这款链接啊，会不会不货？可爱，很可爱，这个包装也很可爱，是不是？哦，你真的很喜欢粉色的，我发现，就是它看起来很就是很萌，对，很彩色，彩色，主要是粉色，我们来可以展示一下，对，我发现你很喜欢穿。pink 粉色的衣服 ，pink 吗？因为什么呢？怎么说呢？粉丝，是啊，不行了，不行了，甜度爆表，甜度爆表，太甜了，我已经被甜化了，我感觉。好的，好的啊，然后我们现在是先分享一下有没有抢到我们直播间这款链接，好不好啊？抢到这款链接，朋友来可以分享一下啊。然后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的福利也很多，所以千万不要去错过哟。哎，赶紧去分享一下，有没有抢到这款？点击左下方链接，有没有抢到这款？然后我们其实可以打开看一下这款啊，是一个冻干的一个零食。哇，里面有很多。他们写着是一个三明治 sandwich。是的，是的。哇，混合夹心冻干的零食，有很多颜色。对 ，sandwich 就是夹心的这种，哎、就是颜色不一样的。哎呀，哇，这个零食现在只要秒杀9块9，秒杀只要9块9，现在直播间左下方可以去拍一下啊，188号链接，赶紧去抢，快快快，抓紧时间。
哎呦，那么其实我们的直播呢已经进行到快一个小时的时间了。真的假的？这么快是吧？你是觉得今天很快？很快，今天很轻松。是的，是的，是不是希望以后都这么轻松？啊，我也想跟 Nico 啊 ，Nico 是吗 ？Nico 啊，待会儿再请 Nico 再回到直播间，可以吧？可以吧？可以。对，待会儿请 Nico 再到我们直播间。那么，那为了能让 Nico 回到直播间，能不能请你就是付出一点代价？什么？付出一点代价 ？OK， 可以吗？可以。给我们唱一首歌可不可以 ？OK， 唱一首歌曲。OK，Sing a song for our fans。OK。来唱什么歌？你觉得唱什么歌比较好呢？我有一首歌我很喜欢，我很喜欢它，就是嗜好。叫做嗜好，嗜好啊，嗜好啊，这首歌。那现在就是咱们直接清唱还是怎么样？要不可以可以吗？可以吗？对对对，可以清唱。那清唱两句，来，我们准备听一下，准备好了吗？派派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准备好了吗？预备，好的。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登场的是 Inty One Patrick 尹浩宇，给我们带来嗜好，欢迎。OK， 请欣赏。好，吃不好想念你的嗜好，再多时光都徒劳，有谁能替代你给的怀抱？忘不掉想念你的嗜好。像就是人的监牢，我要关多久才能够释放？啊，好好听，怎么办？真的好好听，害羞啊！天，害羞了，好可爱啊！天哪，我心要化了。是草莓吗？啊，是草莓。转移话题。正在看直播的粉丝朋友们，你们听得清不清楚？我离得这么近，我感觉我真的要化了。天哪，这就是青春吗？真的是，哇塞 ，baby。好的好的，因为你唱得非常好，所以我们请他回到直播间好不好 ？Hello， 跟你玩一会儿。然后呢，真的时间过得特别特别快。然后呢，不知不觉呢，我们已经和派派非常愉快地度过了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接下来还有几个问题想再问一下派派啊，那就是你记不记得带来中国的贺卡？都送出去没有？送给了谁呢？是的啊，我送给一起看跟张新特在创的时候啊，已经送出去了。张新特他们是的，是的。OK， 破案了，终于送出去了。OK， 那么想再问一下，就是去了这么多的中国的城市嘛，对哪一个城市比较深刻呢？因为上次啊，对对对，这次也是不同的城市。实话实说，说哪个城市？就是我很喜欢，我都喜欢所有的城市，都喜欢。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城市都有不一样的食物，不一样的食物。所以我去的时候，我们在就是休息房间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零食，很多的食物，所以我就是可以吃很多。所有的城市，所以我都喜欢去。不小心暴露了，在休息间有超多零食，很多，超级多。刚才我看到了，确实不少。然后每次去不同城市，也可以尝到当地的美味，是不是？对对对。这次到南京有没有吃一些什么当地的？我昨天吃想一下，回忆一下，回忆一下，吃什么了？红烧，红烧肉，肉，对，红烧肉啊，红烧肉，好吃吗？很好吃，不好意思，我有一个那个猫猫，很可爱，不好意思，很好吃，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吃红烧肉，有一个很大的，不是碗的，是一个盘子，一个盘子，一个盘子，然后跟朋友吃，我吃鸡肉，吃所有的。所有的肉都吃，整盘都吃了是吗？是的啊，很多哎，应该很多很多，胖子没有，派派不胖好吗？是吗？因为对对对，然后呢，确实红烧肉很好吃，也是希望能够下一次再去不同的城市，再品尝到当地的美食，好不好？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呢，现在呢，对，有朋友在问什么时候来吃火锅，粉丝没有在提问啊。现在可以，现在待会儿吧，下班可以吃火锅是吗？我一直准备吃，刚才不是刚吃过？没关系，刚刚吃，现在也可以吃。尹浩宇一直饿，尹浩宇一直饿，这个大家以后都记住这句话了。尹浩宇一直饿，好的，也是非常感谢派派，非常感谢派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呢，我们的时间过得真的非常非常快啊。然后现在呢，有朋友在看一下我们直播间还有没有提问的朋友，有没有去提问的朋友啊？然后呢，看一下直播间。各位如果需要去提问的话呢，想问派派什么问题，也可以趁最后几分钟时间来直播间告诉我们好不好？有人在提醒你，
180张上面别忘了，是不是九八八？一百八，一百八十什么？不好意思，180张自拍别忘了啊啊啊！可以可以可以 ，selfie 可以可以可以是吗？可以，今天可能又要发了，好，是不是好？哎呦，答应大家了，好不好？也谢谢我们的这个，那就是粉丝朋友们一直这么支持我们的派派，也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嗯，考喷卡，也谢谢谢谢啊，怎么念？能不能？卡彭卡卡彭卡的意思是、啊啊、谢谢是吗？尼克，对，哇，他要跑掉了。哎，是的，谢谢大家一直在收看我们的直播，谢谢啊。然后呢，也谢谢我们的派派粉丝，谢谢正在看直播的所有朋友们。那么也是再次感谢派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有我再看一下粉丝朋友们有没有还有什么问题啊？有人说催你发自拍，有人说今天发照片可以吗？还有人在问派派长高了吗？嗯。应该有在一点点吧，一点点，一点点，这么快就长高几天？有有有有，我觉得，你觉得？待会儿再量一下，待会儿再量一下。有，是的，是的。然后这个猫咪应该又是饿了吧？要不要再喂它一点吃的东西？哎，来，对，它刚才超级爱吃这款零食，它很享受，它很享受是吗？我看的时候也很，你也很饿是吗？怎么说呢？哎，它在舔，它在舔。哎，哇哇哇，哇，它真的一直在舔，这个应该很好吃。哇塞，你要不要把这个猫吃带回家 Nico 可以吗？应该不可以的，没关系，但是你可以陪他多玩一会儿好不好？哎，希望下回你们可以再见到好不好？好，谢谢 Nico。 哇，他吃干净，这么快就吃干净了，他很饿是他很饿真的的，确实。那么这一款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亲嘴鱼100条啊，大家可以 get 一下这一款，这个有很多的，是的是的，口味道，很多种口味，口味，口味，对对对，没错，口味 ，correct 啊，就四种口味。那么呢，就是也是希望下次呢，派派再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好不好？非常感谢派派的签名，非常感谢派派来到我们直播间，感谢粉丝朋友们，感谢支持我们的麦富迪的天猫直播间，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拜拜，谢谢派派，拜拜。我们也谢谢咪，你谢谢 Nico， 谢谢 Nico，、啊、睡觉来啊，没关系，那我们睡觉了 ，OK 吧。OK， 好啊。那么谢谢派派来到我们直播间，谢谢老师，谢谢，拜拜。我们下回呢再见，下回再见，拜拜。哇，拜拜，拜拜。Hello， 大家好。